上帝的画作是利用窗外的风景来完成一幅作品。如果你是热爱魔幻题材的魔法迷，一定会跟我一样爱上这边。现在不用去美国的环球影城，有来台南就有小小的环球影城。噔，没错，在这里，哇塞，看我们这身装扮，可以体验到霍格华兹魔法学院学生的感觉。重点是还有这个空中滑行、空中摆荡的刺激感。重点来了，只要449元 ，Oh my god， 掌声鼓励，超级便宜啊！然后什么烟囱滑梯啊、天堂上的秋千等等的20多项的游乐设施，一次玩到底，无限畅玩。不要再讲了，我们赶快出去玩。直接进去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先不说了，时间不多，快点！哇，哎，好壮观！这是我的魔法学院吗？哇，太多书了，把连上面都是哎。哈，真的很适合拍照，赶快啦！哎呦，根本就是来到哈利波特里。欢迎来到始祖人堂文创园区，这里就是我们最经典的魔法工厂的厂区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一进来就觉得天哪，这真的是电影哎。我们这个呢魔法工厂呢，是由最早的百年的糖厂的制糖工厂所改建而成的。对，那这个魔法的工厂呢，主要分成了上帝的画作、魔法阵以及魔法飞天书三个部分来做一个结合。所以可以看到，我们右手边这一面墙呢，其实都是我们的魔法丛书。对啊，很逼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没有错。那你看我们左手边，左手边这4个大型的器具呢，主要呢就是当时候来做制糖，来装那个制糖包的一个工具。这个上帝的画作是利用窗外的风景来完成一幅作品。如果你是热爱魔幻题材的魔法迷，一定会跟我一样爱上这边。魔法工厂呢，是利用旧糖厂改建而成。穿过旧糖厂建筑，可以走到石鼓糖厂最高的天堂路，在景观台上可以远眺360度的无敌景色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去挑战这里最有名的极限运动啦！哦，教练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已经全副武装，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要被弄去哪里。对，其实走上来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算非常怕高的，但一走在这边还是有点脚麻，是稍微有点在抖啦，有点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超抖。这高度上还好，这边就高度20米而已。20米是多高？将近7层楼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玩什么呢？待会要体验的是飞天宅急便，那会从这个位置飞到对面的地方，大概5至6秒钟就会到了。哦，那蛮快的啦。这么咻一下，我确定有力气可以握这个、欸。没关系，你会握得更紧。OK， 要快过去吗？加油！好 ，OK， 预备，我可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下来前我真的是有在紧张哦，因为我一开始还想说，干嘛先带走，应该还不会到这么害怕。殊不知在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高度，外卡里在皮滑了。我觉得我的脚跟屁股好痒。脚在抖，而且不自觉的很想尖叫。我原本想说我不太怕高的，没有，还是好麻。我们互相扶一下吧，他们扶一下。